两个手镯，六个戒指，两条项链。好，今天有一个小姐姐尽量过来做一个三生三世的手镯，现在来开个箱。那边还在跟我们小姐打视频。小姐是不是只有这一袋啊？好，我们现在是两个手镯，六个戒指是吧？嗯，六个戒指，两条项链。好，上一个秤看一下总克重，砝码500，这个是您的料，来料64.55。